大家好，我是翔翔翔。上次 PO 完了 AmplitudeTube 的介绍之后，很多人在意价格的问题。的确，AmplitudeTube 买完整版的话，价格大概是逼近 18K 左右，以效果器来说，已经算是蛮贵的了吼。所以这次介绍一个比较经济实惠的软体，有多经济嘞？0元，连你家的猫都买得起吼，不用存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Quasar Amplification Lite。先听听看它的音色吧，这是没有开效果器的痛。听起来应该是 have lie 啦吼，该有的都有。那一看它这么极简的画面哦，就知道它一定比 AmplitudeTube 简单很多。那来看一下它提供的设置吼，由左至右，最左边的旋钮呢，input 控制吉他输入的音量吼，也就是 input label。接下来是三个 channel 的切换，有 clean tone。Rhythm Tone，也是 Distortion。那 Lead Tone。哦，gain 最强的一段适合 solo 或是 metalcore。那附带提一下哈，我这边的 tone 都没有开 EQ 或者是空间式修饰。那再过来就是四段 EQ，很常见的有 bass 啊、低频、middle 中频、treble 高频，然后 presence 中高频，最后是 volume，也就是总音量。那要注意的是，三个 channel 没有办法共用同一个 EQ，都是说共用同一个 EQ 跟音量，所以你没有办法像 Mesa 一样拥有完全独立的三个 channel 哈，就零元嘛，不要太强求。那最右边的 cab 呢，其实就是箱体模拟的开关。INT 代表 internal，就是它内建的箱体模拟。off 就是关掉，哦，很简单。会变得这么难听。EXT 呢，则比较特别，它让你可以去读外部的箱体模拟。你可以看到这边它有一个 load。就好像 XFX 一样，可以读外部的箱体 IR。整体来说，大概就是这样啦。其实 Quasar 还有另外一款付费的效果器，叫做 Amplification One，那评价还蛮高的吼。而这个 Amplification Lite 有点像是 Quasar 提供的试用版，只是它的功能比较阳春，而且也没有任何空间效果器，只有单纯三个 channel 的 amp 模拟。但它是完全免费的哈，没有限制使用时间，而且空间性你可以用你录音软体里面内建的哈，比如说我开一个 delay 试试。大概就是这样子啦。那我会在文字里面说明，附上下载的链接。其实我觉得只要认真花时间下去调，应该都可以获得不错的结果。就算是你家的猫也可以获得好痛的。
OK， 拜拜。